大家早安，阿龟，对不起大家，我来晚了，我要解释一下，刚刚的网络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不稳，然后我就看看，可能是我的手机那个电话费没有交，而且就是我的网络，就是这边的 WiFi 收的不好，真的是收的不好，所以就没办法开，然后赶快去交，然后又重新开机，开机之后手机还当机，手机给我当机之后，我就啊，怎么办？就赶快发一个现实动态，之后就再处理这个事情，然后就没事。对 ，Hello Neverlucky， 然后我刚刚就是其实这个的之前呢、啊，这个的网络不稳之前呢、啊，其实也发生了一件蛮让我觉得很暖心的事情，我很想跟大家分享，所以请大家可以听我分享嘛。哎，真的很想要跟大家分享，可是我又很饿，所以我也其实也没有到很饿，可是就想要用一个东西。等我一下，我来了，大家对不起，我来晚了，希望你们不要生气。哎呀，我要拿一下我的牛奶，我要吃我麦片，吃我麦片。不只要吃我纸飞机，还要吃我麦片，不行，麦片是我的，好不好？麦片女神，麦片，好，你再讲一个，就是让我觉得很暖心的事情。就是啊，其实今天早上、啊、我很早就出去了，麦片王在线，对，我是麦片王，我是你的麦片王。就是今天有件让我很暖心的事情，我就早上跑出去。为什么会跑出去了？因为就觉得啊，今天没事，那说不定我今天的直播可以做点事情哦。然后就是跑去了 IKEA， 对，你知道 IKEA 吗？不是 IKEA， 是 IKEA， 因为那个好像瑞典还是国外的人会念作 IKEA 这样子，所以我不知道要念哪一个啦，反正之后大家懂，就是宜家家具。对，我在想说会不会太黄了、啊、这里的光，还是你觉得 OK？ 对，我在网络上，我昨天开始在网络上看 IKEA 的东西呢，很多人都说 IKEA， 那我就想说好吧，那就 IKEA 吧，然后就一直在 IKEA 还可以，不会很黄，很柔和 OK。那柔和就好了，柔和就可以比较保护到眼睛这样子。硬要讲，我怕我等一下手机过热，虽然我已经开冷气了。对，这个光线 OK 好。然后呢，就是我买了一个柜子，就其实我本来呢就已经决定好，我一定要买那个柜子。对，可是就是趁着今天有时间，我就赶快去买了。我买了之后就发现，天哪！好重，你知道那柜子多重吗？谢谢阿龟的猫咪娃娃娃娃，谢谢 Hello 吉风亮，就是那个柜子啊啊，要先讲完这个，再跟大家分享我的地毯，我的质感生活之地毯。对，我去买了柜子，没错，它没有它不是十公斤哦，可以说它是30公斤，真的是没有夸张，你们可以去那个 IKEA 的网站上面看那个什么 KALLAX 的那个 Kalex 的那个系列，它有个组合柜，它的组合柜呢就是有八个格子的，就是1、2、3、4、5、6、7、8这个格子。对，那我说其实我从搬家开始，从10月1号开始就已经觉得哦，我一定要买这个柜子，然后我就跑去买了。我买了之后呢，就发现啊，本来是有手推车，因为它有那个手推车，所以我就觉得蛮轻松的啊，30公斤而已啦，你怎么会难到我？怎么可能难到我？哈，那么嚣张，结果我就完全搬不动。这本来我是想说，哎，我搬完这个柜子，我再装那个物板回去啦。结果连柜子也很难搬出去那个门口，就想说我死定了，我真是死定了，我直播怎么办？谢谢勇哥的告白气球。哎 ，Hello 星仔，对我真是把那个柜子搬出去之后，就想说我连那个门口都走不出去，我怎么把这个柜子抬回去呢？傻眼，它30公斤哎，我就是搬这个30公斤，而且它完全没有那个尼龙
绳，完全没有那个绳子让我这样子拿着抬着什么的，我也没有推车可以把它推回来，所以我就啊，我死定，我死定，我一定会迟到，一定会迟到。结果我的网络又给我不见了，谢谢坤坤的五彩蝴蝶。对，我只能这样子，这你懂吗？就是比如说这么东西，我就一直这样子，它很强哦，它比我还要高。对，它比我还要高哦，然后我就一直，很像那个虫子蠕动那样子，那样子蠕动，一边蠕动到那个出口那边，然后就叫乌吧，叫了乌吧之后，请问不好意思，等一下可以帮我搬东西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哎呀，谢谢谢谢啊，请问可以转过来吗？因为我没办法把那个柜子拿过去哟。然后他说，哦，好啊好啊 ，OK， 了解，没问题。然后到那边之后，我就发现我连那个车子也上不去，你懂吗？就是我连走出去那个车子也没有力气，我就，不好意思。然后我还是把它放在地上，我拿那个手推车把它推到那个车旁边，然后那个司机大哥超好，他就下车就帮我搬那个柜子。那他说哇，一个太重了，一个女生怎么搬呢？我就说嗯，没关系的，这很近啊，这轿车都好，所以就对啊。然后他说你这个有点强啊，可能塞不进去哦。然后我说塞不进去，那我怎么回去啊？然后他说啊，可以试试看。然后我就马上说好，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来帮忙的。我就一边抬那个柜子，一边塞进去。然后他说可以，你要不要坐前面？然后我就说啊，好，谢谢，我坐前面好了，因为后面好像不太好坐。他说啊，对，后面不太好坐，那你坐前面，你坐我旁边就好了。他说啊，谢谢。然后他就帮我就是。把那个柜子抬了上去，你懂吗？对，抬了上去之后，他就说：“哦，你要去那边哦。”然后说：“对，我回家。”然后他就说：“你一个女生怎么搬呢？”然后就说：“本来以为是可以的，结果发现好像不太可能自己搬这个柜子。”然后他说：“对啊，哦，幸好你是一个人，不然的话，如果你跟朋友来的话，那你这个可能就只能坐下柜子，还有你一个人，你的朋友就可能上不了车。”然后我就说哦，对，真的很谢谢，真的很谢谢。对，然后就想说，哎，司机大哥真的很对不起，真的不好意思，这是因为我这么 OK， 我这么 OK， 害你要帮我搬柜子，真的很不好意思。明明你责任就只是负责开 Uber 而已，然后我还要请你帮我抬柜子，真的很对不起。然后他就说，你是搬家哦？然后就说，哎，对啊，搬家，所以我就那个啊。然后他说，哦，不错，哎，那边给我等一下跟你分享这个很棒的事情，你一定要留下，那边可以莫走，莫一走啊。对，他真的是良心司机，我真的很开心哎。然后坐车的过程中，他就开始问我，你是搬家吗？我就说对，我是搬家，所以就刚好就把东西搬过来，然后就买个柜子这样子。因为他说那你在读书哦？然后我就说对啊，我在读书啊。然后他说那你是什么大学？我就说我是东吴大学，因为我只知道小晴以前是念这家大学的，所以我就说了我是中武大学啊。然后他就说你是在哪边的那家吗？然后我就想说死定了，我不知道东武大学在哪里。王雄上班加油，你一定要看回放看这一段，我跟你分享这个有趣的事情。那我就想说死定了，我不知道东武大学在哪里。然后我就回他我来了很久，可是我都不太清楚道路的名字。然后他就说好，我来那么久还不知道名字。然后就说还不知道地址。然后就说对啊，因为我坐车就是我上学就是坐公车啦，然后就是看到有车就上，就随便上这样子。然后他说你这样子也可以活下去。然后我就说对啊。然后就说哇，你也蛮厉害的。然后就说是哦，对啊，不然呢？然后不知道有要回什么了，所以我就一直说没错，是。然后他说那你是来台湾哦？然后就说对，我是来台湾读书。那你是哪里人呢？我就说我是来自香港的。然后他说
咁你同我讲广东话咪得咯。跟住我说吓，你怎么会讲广东话？然后他说哎呀，你可以同我讲广东话噶。然后我就说啊，为什么你会跟我讲广东话？为什么你会讲？然后他说因为我也是香港人啊。我说哇 ，really， 你跟我一样，你也是来自香港？然后他说对啊，我来了二十几年了。我就说二十几年，等我一下拿个东西。好，我回来了。然后他说对啊，我来二十几年了。我说哦，二十几年要数同乡，我好开心。我就马上跟他讲很多很多话。我就跟他说哦，好开心，我就说好开心哦，可以遇到就是一样来自香港的人。然后他说对啊，那很开心耶。然后就说哇，然后他就问我那你来多久了。我说我来两年了，我也是读大学，我现在是大二这样子。然后他说哦，大二哦，哦不错啊，那你读什么系？我就说日文系，对，我念日文，可是我的日文有点烂就对了。然后他说哦，那不错啊，你就来对了地方。我就说对啊，因为台湾很多人都会讲日文啊。然后他就说对啊，因为大家都好像蛮哈日的。我就说哦，对对对对对对，太神了，刚好遇到香港人呢。对，周，我跟你说他的名字也是叫周哎，可是他是 JOE 周，不是 JO 这样子。因为很不好意思啊，可是当他跟我说，就是他跟我说，哎，他也是香港人的时候，我就很想跟他说，其实我是 HKTP 写的，不不不不不呢。可是我就很怕他会觉得我撒谎不好。你懂吗？然后我最后还是没有跟他讲，可是，然后我还没讲完，还没讲完，这你一定要补档。然后他说。哦，那你大二哦？我说哦，对，我大二。然后他说，那你跟我侄仔嘛？我说这怎么说？就是弟弟的儿子。那你跟我弟弟的儿子应该是同年吧？我说嗯，应该是吧。然后他就问我说，那你记得那一届有一个念名校的五星星状元嘛？就是。会考不是会考了，这是算怎么说，像你们台湾的那种考大学的那种考试，我不知道那种叫什么考试啦，对，就是那种考试啊，就是那个人非常非常的高分，然后这是他的弟弟的儿子。然后就说我应该有印象，可是我不记得名字。然后他说哦，没关系。然后就学测这种东西，反正他的那个他弟弟的儿子就是非常非常厉害这样子，但是很神级厉害，跟你说考到那种成绩，我跟你说香港700多800多万人里面可能只有一两个，对，就是那种香港的学测。然后我就说这么厉害，哇哦，太厉害了。然后他说嗯，对啊，嗯，他现在读香港大学。我就说哇哦，太厉害了吧！我对他有印象吗？我以前其实也有留意那个香港的新闻，所以我知道那个男生。而且，因为我在那个学校，就是。我学校，我只要写显迪奇都不会尴尬。对，因为我也有一些，比如说，以前认识的朋友也是读那家学校，所以我对那个学校的人，其实我也会。认识这样子，所以都会有一些影响。放心，我没有在说屁话，我说实话 ，OK。只是刚刚你知道吗？因为通常你跟世纪大哥尬聊的时候，你就不会真的讲自己的事情啊。对啊，你就对啊，不然太危险了，对不对？所以我一开始就是很对不起的撒了一个谎。当他跟我说他是香港人的时候，我就对不起。我心里是想说对不起，我不应该撒谎，我好想跟你说实话，我同乡。
然后他说，哦，那，然后最后我还是，不好意思，最后还是没有跟他说实话。嗯，就是这种也是保护自己的一个方法嘛。对。然后我觉得，嗯，就是基本的防范意识，其实我还蛮开心的。就是遇到同乡这件事情，然后我就跟他一路聊天，然后他就开始讲到，就是他有提醒我，就是自己一个在台湾要小心什么的，我就说，谢谢你。然后因为他的年纪是跟我爸爸很像，他跟我爸爸年纪差一年，这样。所以我就觉得他这个人很有亲切感，因为这很有我爸爸的感觉。对，这所有的讲话方式啊，还有头发啊，然后他还戴眼镜，对，所以我就觉得很有我爸爸的感觉。唯一不一样的就是世纪大哥的头发比我爸爸的头发多，真的比我爸爸的头发强。对，然后我就。他就跟我说，你以后要什么帮忙啊，搬东西啊，要去机场啊什么的，都可以叫我，我可以去载你。可是收费，所以大家放心。对，我说啊，真的啊，谢谢，因为太开心了，遇到同乡，你懂吗？遇到同乡的感觉，爸爸中枪，对，我相信我爸爸是应该有看我直播的。我爸爸应该，他呛我了，他用头发这个东西呛我，好爽啊！我的女儿呛我，我爸一定是这样子，因为平常我都不理他，平常他会给我传一大堆讯息，我都已读他，因为我在工作嘛，还有练习不能回他，然后结束之后又很常忘记回他，然后呢，说什么呢？今天开始聊天，因为聊到他跟我说那个在台湾读日文很棒啊，很不错啊，我就说对对对，真的很不错，因为很多人都会日文。那他说对啊，很多以前老一辈的人啊，住在北投的人啊之类的都会讲日文，然后就开始我们聊到演歌，谢谢 Andy 的告白气球，对，然后我就跟他开始聊到。演歌哎，你知道吗？这路边一棵榕树下那种，然后还有什么什么小白河，苍什么小白河，我忘记了。还有跟他聊到曼珠沙华、山口百味。就跟他一直聊着聊，然后跟他说，跟他聊到梅艳芳啊，跟他聊到张国荣啊，这样子一直聊着聊，然后他就说，你讲的那些好像都已经就是蛮多年前的了，然后我就说对啊，因为我爸爸也很爱听这种比较以前的歌，然后他就翻他的歌单的时候，他就说歌，然后我就说对，因为我爸爸也很爱听，所以我自己也有听过。然后他说那很神奇耶，我就觉得你这个年纪的人应该不太会听这种歌，结果你这听了很不错哦。我说对啊，我很喜欢老歌，超喜欢。谢谢 KSK 的许愿瓶，缺成很久吗？其实也没有到很久，十几分钟吧，可是就闲聊啊。最好是有 AKB 啊，压死我了。再有 AKB 我就没办法继续掰下去了，你懂吗？我整个车程都在那边扒一堆有的没的，结果我就超级心虚，你懂吗？我真的很心虚。不会有误会吧？
有问我真的是蛮厉害的。对啊，我真的藏不住了，我不能藏住，等我一下，我把东西放回去冰箱。对啊，那我讲到什么呢？讲到那个山猴百味，对啊，有乌猴的话，司机还不认识我，我都死定了。我说对不起，对不起，我一个小宝，对不起。可是他歌单没有乌猴啦，他歌单里面都是张学友啊、刘德华、BGS、Beatles， 那个木匠兄妹，还有可能就是比较以前的歌，所以就还好，没有我，还好还好。他说他来台湾二十几年了，哇！他就看我的鱼，哦，青鱼，抽刀鱼，不是，是什么鱼？是小鱼。没有啦，下车，他人很好，他就说如果你那边好停车的话，就帮我搬东西上去。我就啊，也太好了吧，这样子很不好意思。然后他说没关系啊，你一个女生怎么可能这样子搬东西？然后就说谢谢。然后他说他说谢谢，不是，我说谢谢。然后刚好因为我这边很难停车，很难停车，然后我就跟他说那可能没办法停了，因为这边很难停车。然后他就说看那个路面觉得是很难停，可是很刚好我们到的时候有一辆车从他的车位开出来了，从那个车位开车哔哔哔，然后开出去。我说哇，那边有位置。然后他说对，有位置。我就咕咕咕，那就在那边停下来。停下来之后呢，他说好啊，那我们开始搬东西啊。我说好，谢谢，真的对不起，谢谢你，谢谢。然后他说下一次你搬东西啊，最好找一个朋友啊，或者是叫车不是，电话宅配就好啊。然后我就对，真的谢谢你，我本来以为这是可以的，结果就是被他中死了。然后他说对啊，那这个我也觉得重啊，这个多重，我猜30公斤有吗？然后说对，真的是，他网络上面写是29公斤。然后他说哇，你是不是，我是不是猜得很准？然后说对，很准，很厉害。我相信他应该是因为他也有小孩吧，他应该有抱过小孩，所以知道那个重量。哪有把他演得很过重，就是他是很冷静哦，跟你说他非常冷静。他有多冷静啊，他说我来看看有没有位置齁。那边好像要，那台车好像要走了，那你们就开过去吧。我说好哦，好，谢谢，很不好意思。然后就是这样，真实状况是这样子。结果我就把他演到那边的车位过去，这样而且午夜的告白去找，我真的很开心啊，今天真的是很开心，懂吗？29公斤，我其实我跟你说，我买的时候我考虑了很久，到底要不要买，因为它真的很重，我连把那个东西从那个货架上面拿下来也觉得很难，所以我就想说，到底要买吗？然后我就想说，我心里在想，既然我都来了，当然买啊，都来了，不买就浪费时间来干嘛，对不对？所以我就买了就后悔了，跟你说重到不行。我好开心啊，遇到好人啊。然后我跟他交换了联络方式，他说有什么事都可以问他，毕竟同乡嘛。然后我就说这同乡，
下一次会宅配啦，海草，我知道啦。小屁阿华，你来帮我搬呐！你来搬我搬，冻死人，还不来帮忙？我开心了，最开心的就是坐车遇到司机是香港人。哎，我说，你以为自己是猩猩哦？像29公斤？啊，我不是猩猩啊，你是啊，你搬呢，好不好？你们需要宅配吗？把我宅配到你家，哈哈，你说什么奇怪的话、啊？好丑啊我！嗯，好好喝。嗯，不油，这是鱼，我哪里油？这油的阿如也不来了，不是，阿如是最油的话，阿如的油在这，我应该在这。北极星说什么？北极星说家里放不下退货，要求。对对对，宅配闲宅到家里吃蛤蜊汤。你们要看那个货品吗？给你们看哦，等我一下。我来到我的货品区，我要用那个另外一个镜头给你们，镜头给你们看，镜头给你们看，那个到底是有多强？你们看它有，你们看它有多强？它这是好像比我还要。对不对？超强的，真的是很……我到底是要怎么搬呢、啊？请问，哈 ，Hello， 九的柜子 ，OK，Hello、okay? 柜柜，多强啊！强到不行啊！要求比他高了，我比他高，这样，然后到。昨天呢，哎呀，昨天到货了，然后就迫不及待的把它摊出来了。我可以把它装起来呀、啊。我想要剪脚甲，然后迫不及待把它搬，就是摊开来。你看我的可爱地毯，我的地毯。在呢，虽然有点乱，这里，但是这里是蛮乱，吸收好就不会乱了。东西先整理好。有组装服务，可是我不想要让别人来我家里装，我想要自己装，因为我很喜欢装东西，我很喜欢组装东西。手机过热，卡了吗？我可以装啊。
不会主张医疗，是不是需要时间？然后我跟你们说，我本来是想要，就是今天直播时候组装的，然后我去付钱的时候才发现，我没有买工具，好要求。我还是想要讲，应该是我卡。那大家听到我声音吗？对，我没有买工具，这就算了。现在不卡，正常点。因为我刚应该在移动，可以借工具，不一定要买。所以我今天的直播就没办法跟大家一起玩那个，可是我不敢打开，代表我要组装。充电还有风扇，然后等一下可能要带个，会卡吗？有了，有比较顺。那我在，那声音可以吗？等我一下哦，可能会有点。对不起啊，今天不好意思，有点乱乱的，然后还是叫声音没问题，手机没。
好了。哇，尽量了，尽量了。可是如果还是卡的，我也没办法。声音是可以的，画面是会卡，应该是因为手机过热问题了。其实我手机也不是很烂的手机哦，我是 10S， 应该还好吧， 10S 不烂吧。对，我觉得 10S 不烂，所以我不知道它不要卡这样。声音是可以，可是那我先就是先啊、声音是肾的一个讯息。呼吸好低，拍谁？我要回一个讯息，好烦啊！为什么要卡呢？好了，那我再等待一下。这样会不会很像在你们耳边讲吃东西啊？你是说 iPhone 12吗？要出了，可是那价格有点。应该是会换手机，因为我手机还记得我手机就是它被我摔坏了，然后就是它的背面的玻璃都是碎的，所以我都可能要换新的手机。可是我应该会回到香港再换，因为呢香港的 iPhone 可以可以有一个很棒的功能，就是它有个功能是可以有一张模拟的那个 SIM 卡，然后一张是实体的 SIM 卡，所以就变成是一个手机有两个 SIM 卡的功能这样子。所以对啊， iPhone 12的价格已经算比较低了，我知道，我有看新闻，今天就是看 LINE 的那个新闻，然后他有说，然后就觉得比我想象中便宜了，因为我换这个 10S 的时候它价格好像是9000多港币，那个是大概9000多港币就是3万多块的台币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这次的 iPhone 12已经是比较便宜了。对对对，台湾也有这个功能吗？真的吗？
我觉得用习惯了 iPhone 就很难回去 Android 的系统的手机。那想问现在会卡吗？而且香港买手机好像比较便宜耶，对不对？要问问，好，我再重摆一下头发，因为有一根一直飞。应该不会没有，可能要找。A 六认识那么多人，会不会有朋友是就是做 F 工作？六都派你去问了。嗯、啊，对，要问问，要问问，嗯，酷，六都派你去问了，这都是你的六。音信应该有吧？好像有，应该有吧？跟你们说，我觉得。就是如果你在很多，就是如果你朋友会很多，然后每个朋友负责的东西都不一样的话，就是比如说有些朋友是在 Apple 工作，有一些朋友在法兰工作，有些朋友在IKEA 工作，有些朋友在电器行工作，那是很棒，你懂吗？就是有事就可以找你的朋友，然后你的朋友又。各种类型的什么的都有，那是很棒。一星有哦，嗯。现在有顺就好了。我的电脑也是有时候很顺，有时候不顺。就是想跟大家分享那个，对啊，这是今天早上发生的事情，觉得很开心。没有卡就好了，不是电脑卡，是网络吧？网络真的就是很不好了。谢谢点送的。普通福袋，福袋。在 Marco。啊，放远一点会不会收讯比较好？感觉是会。谢谢周的冲浪失败 QQ。
遇到好人了，真的很开心哎！遇到好人就很开心。就在 IKEA 的时候，我就搬到很破，哎，房间好像是没有网路线，但是想要自己装。其实跟你们说，我有想过要不要买那种，网卡。你们知道那种吗？就是网路的，然后它是只要你不要忘记付钱，就可以一直用，一直用。你们知道那个叫什么吗？你们可以教我吗？因为我想买那个，可是我不知道要打什么去找，就是那个关键字。不好用吗？可是我觉得手机讯号蛮强，真的蛮厉害的。像我 iPhone 手机讯号不错，那个不太好，大家都说不太好欸。不要买，真的。我讲的是那个，就是直接插在电脑，然后可以上网，也不算是路由器吗？用那个不如用 WiFi 啊，所以是真的有点不好用，对不对？好，用手机网络就好。那如果像现在这个状况呢？就一边直播啊，可是电脑也想要用的话，可是又连不到网络，那有什么方法？就手机放网络吗？出国 WiFi 机在家里用就可以。那要怎么付费？还是那种也是买那种新卡，然后再日费的那种，一天一天的算那个费用。直接装网路，所以直接在房间里面装一个 WiFi 网路这样吗？好的，可是我房间好像没有电脑插线，我也觉得是最好的。可是我房间好像没有那个网路线，它有电话线呐、啊，那是电话线吗？我不知道。可以啊，为什么不行？可以装光纤啦，只是我觉得就是你知道显示器就是一个觉得麻烦都懒得去做的人，也不是啦，如果我嫌麻烦我就不会去买那个柜子自己组装，对不对？这样算月租哦，我不在宿舍，我搬出去了。好的，这里好像是台哥大吗？中华，我随便念的。请电信公司装网路。OK， 那要约时间，麻烦呢、欸，没空啦，自己装啦。对，我自己装。等一下，太快！谢谢潇潇的普通福袋，56K 礼数光。真的吗？电话线就已经够了。以前的人是用电话线上网的，你们知道吗？啊，
史迪奇在那里不要。谢谢朱里恩的五彩蝴蝶。啊，要拉管线的，啊，这不能自己粘。哎呀，麻烦死了啦！速度慢，真的一个人用就已经够了哈。哎、欸，骗我！WiFi 也是一个学问，电脑也是一个学问。不、哦，连线不稳定也是个。好，我开了我的手机网路。有时候真的是觉得手机放网路比较顺。比那个 WiFi 还要顺，跟你们说。无线网卡用手机分享，对啊，我这不，就是不想要伤害到手机啊，手机也是很那个，很常用，已经很常用，也很常过热。现在没办法打游戏啊。而且 WiFi 强度没有很强，就比较弱一点。他说在网络上面查如何知道如何破解 WiFi 密码，但是想讲的告白是穷。我也觉得直接申请网络比较快。搜寻如何破解 WiFi 密码。我以前也是啊，我小时候啊，我哥跟我就是才刚刚拿到智能手机的时候，然后家里又没有网路，没有 WiFi 的时候，我们都用别人家的网路，然后就站在那个角落里面，站在角落用大家的，用那个隔壁的网路，好爽。我也好想破解大家的银行密码，不行啊，不行不行。我是到阳台，我是到角落而已，角落，嗯。当然，以前都只有麦当劳有免费的。等我一下哦，这么好笑的，就是偷用别人的 WiFi。
等我一下哦。啊！我要先打个字，因为我那个近视看不到字体，太小了。我喝个水。然后手机也放着那个放了网路给我的电脑使用。好像大家刚才怎么嘞？还没开的，多少人在看我直播、哦？我再看一下啊、哦。哇，我聊天区变超大，没事。哇，多少人在看我直播？谢谢周的告白气球。谢谢周，我觉得蛮开心的。就是当我听到周这个名字的时候，我都哇，就是谢谢周的灵儿揪一个，还有 Andy 的甜蜜之吻。就是听到周这个名字的时候，我就觉得啊，就是今天帮我的人也叫周，然后在这个团体里面一直帮我的也是周，然后就觉得哇，太巧了，名字真的太棒了。当然 ，and never lucky， 我很留意你们哈。我是一个很喜欢关注粉丝想要什么的一个人，可是只限于我喜欢的粉丝。如果是那些就是比较惹我生气的，或者是我觉得有问题的，我就不太理他们。五一，小屁屁 ，Hello， 企鹅 ，Hello， 阿龟，谢谢阿龟的小海豚，小叶还笑，我不会气消，我对国术不会气消，我对国术不会气消，我跟你说。小屁喂喂，不要那么笑我，气下来。我是个偏心的人，比如说我跟你们说，像比如说我跟佳丽好，我就会永远觉得佳丽是最棒，不管什么抓，有时候我是。对事不，我就是一个这样子的人。我有时候我是对事不对人，有时候我是对人不对事，我是很问号的一个人。哎，习惯就好。贤仔 QQ， 贤仔不哭。哎嘿嘿。Hello 玉安 ，Hello 宽宽，谁跟我一样对人不对事？落日笑，你也是对不对？不行，我最多用小号吧，你就永远用小号吧，哈哈哈。谢谢落日一笑，落日一笑笑，还笑空空空空也笑空空锵锵。我昨天有在清洁我的电脑。可是现在我觉得我的手机啊，不是我的手有点黏黏的，可能是刚刚吃东西的那个感觉，吃东西所以就变这样子。所以 IKEA 里面会有附简易工具吗？如果有的话，我想要组组看，可是我觉得应该会要
花点时间敲敲敲敲嘟嘟，就可能会就是没办法回大家的留言，这样子很不好。对啊，那个亚布金那口一直说 Neverkey 要加推转推什么的，气死我了！ Neverkey 是我的好不好？哎，你不要一直在那边推坑，你喜欢人家你就喜欢人家，人家面子推坑人是怎么了？到底是？我气！对啊，你看 ，Neverlucky 都没有被推坑而已，要是别人他早就被别人推坑了。还有跟你说，还有尬仔一直被推坑，可是尬仔没有落坑，蛮开心的。你看一心一意的，你懂吗？我在网络上面有看过别人组装啊，就是其实没有到很难啊，就是一直敲敲敲，就嘟嘟嘟嘟，没有要用电转的那种东西。你看 Leo 也没有加推，没有转推，也没有干嘛。其他的到底是？那五一也没有，哼。你看 Andy 也没有，你看你们这些，对，五一，我允许你说这句话，我允许五一还有牧羊犬，还有尬仔，还有 Neverlucky， 还有 Leo， 还有 Andy， 我允许你们讲这句话，看看你们这些人，你们看看你们自己，哈，我允许，哼，可是。其他的加推的人，你们在我表演的时候给我很大的回应的话，我就好原谅你们吧。阿华，你是阿华不只是瞎子，阿华还是那个耳包，我没有允许你阿华。那阿龟，你看阿龟也没有加推，没有转推，可是贤仔的那个加推我 OK， 因为是 Annie， 你看我是看人的哈。对啊，以后如果真的是有什么三期、四期、五期、六期什么国书的推表，就加到100个人了，要死！啊，那是你弟啊，不好意思，还是你弟，是你弟，我误会了。误会了，拍谁哈？屁啦！好开心啊！还有，我很想要买那个 IKEA 的那个推车，然后啊，我很想要，不是，我是想说，我很想要买 IKEA 推车，可是我没有买到，是因为它缺货了，对，它缺货。谢谢柠檬的擂茶。黄色推车，不是那个黄色推车，是有卖啦，对，那个推车是有卖啦，可是那个黄色推车是有卖，可是不是我想要买那个，我是想要买那个是那个三层的白色的推车，你们知道吗？你们可以去搜寻看看哦，好不？不是那个，等一下，那是谁？那是冠伟吗？
冠伟，那个就是不是那个啊，是那个白色啊，不然是哪一个？不是，你很坑哎，冠伟，哎，你跟我一样哎，跟我一样傻傻的，可爱冠伟，要求可爱死我了，怎么办啊？就是那个啊，都可以放在冰箱旁边啊，然后上面放什么调味料啊，调味料就有放多功能主食锅，放一个什么那个热水瓶，然后啊下面再放一些零食，然后在下面可能放一些杂物这样子。不是啊，你就蛮可爱的。那等几周？是可以看有多少人在看直播吗？我看一下。那个网红的推车，那个啊，很多人都有在用的，很多很多哦，好像蛮，真的是蛮好用的。哎，怎么用啊？那个。看那个最新消息，对对对，服务生用的那种推车，我找贴图用用看，贴图在哪？贴图在哪里？我昨天睡了4个小时左右，今天有点呛呛的。我发现真的要表演都不能。睡太久，因为睡太久就会特别特别累。对对对对，是理法院的那种，那个贴图，等一下，贴图在哪里啊？啊，不见了，装饰贴纸，不是这个啦，啊，嗯 ，Never Lucky。Lucky 生气了，都是因为你啦！养不起那口，一直在那边，笑死！你们都在那边吵架啊？怎么那么可爱？右下角有一个图示，在线列表051个，真的51个在看我直播。小凯莉 ，Hello， 你要不跟那个一直讲脏脏的东西？51个人，现在49个，对啊，现在剩49个哎，50个，谁进来了？下午一，讲奇奇怪怪的东西，可恶！小五维持51，好啊，维持啊，很不错啊。中午时间，我觉得这个时间其实还不错，就是大家来，就是看直播。喂 ，Q 喂，嘿，脏脏的东西，树。啦啦啦啦啦啦呀！上次帮闲杂画器人没有？哦、oh, ，Happy Love， 啊，我知道啊。谢谢小叶的擂茶，还有北极星
来来回回的北极星飞来飞去。丽儿来应援了 ，Hello， 丽儿来应援喽，呵呵，应援丽儿。一直卡看不到，一直真的。现在蛮顺。辛苦了北极星。是吗？你有现在还会卡吗？那个圆滚滚的告白气球，那感觉就是 APP 的问题。六 G， 会不会是浪来吧？那我显示是蛮顺的。谢谢小凯莉的普通福袋。ASMR， 喝水，干杯。听到我的喝水声吗？还不错吧。Hello， 米卡。我觉得有点冷了。我就忘记我把冷气遥控放在哪里，鸟鼠冷死。Hello， 谢谢圆滚滚的萌萌小羊娃娃，我现在的留言是卡了。看不到留言，你们有卡吗？普通附带，我吃东西很容易会打嗝，一直喝水，然后一直咕咕咕咕咕咕咕，要修。那就你看别人直播的时候会卡吗？是跟我一样的状况，还是只有我的台才有这样子的状况？很大声。哇！我来听 What do you mean?超大声的喝水声。
我都喝很多水欸，我超喜欢喝水的。对，因为太废了，宿舍的那个冷气之前也不是废了，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不凉。但是羊滚滚的那个小狗娃娃，留言不卡了，见字喝水。哎嘿，咕噜咕噜咕噜。我还有小黄瓜可以吃。小黄瓜，我想吃小黄瓜欸。What do you mean？ 你看。咔咔咔咔！会不会很吵？就是我要把东西咬碎再吞，对不对？因为我很久就是不是很久，就是很长啊，就是还没有咬碎就把东西吞进去。不夸张，真的超大声，要不要再听？我没有买耶 Andy， 因为我那个不算是必需品，所以我都没有买。可是我好想买，你知道吗？然后那天他说要就是出那个 Hyper Theory 20周年纪念的时候，我就很想要买，可是我没有买。的手推车，大家问我缺什么时候，我说我缺 IKEA 的手推车，然后就推收到10个手推车这样子，不要啦，我还没买，可是我会买，放心。这样不好吗？我缺 IKEA 的手推车 ，TTP 推车王，什么意思？
柠檬蜜小超。合照会推一台过去，也是可以啦。嗯，啊，对了，大家推车，推起来，小鸡同款 IKEA 手推车，手推车，就那个手推的手，然后当你每一次放应援的时候都推那个车。小迪手推车，手推，然后前面贴在小迪头的上面，然后那个车都是在这里，然后里面就放满那个小迪的周边啊，还有那个生写真啊，就贴满在上面，然后那个 Uni Days 的那个就贴上去，那最头贴的显迪奇那个推在这里，不是推，就贴在这里，然后这里有一个手电筒，就噔，怎么，然后。当那演唱会开始的时候，你就会打开那个灯，噔，然后就选择起手推车，然后有我的头在那边，然后那个灯就，然后我的样子是这样子，我就哇，是我的粉丝，是我的应援物哎，我看到了，小迪手推车推起来，推爆，我还不推爆，对，不然会以为你们在卖什么爆米花那种，哎。小迪周边，一包100元，那个有生写真哦，随机的，可是一定会有小迪的生写真哦，赶快来买哟，要买要快哟。我大概只会看到这个那个应援物一次，对，因为你们带这个手推车出去，然后里面就会促进你们，然后你们就会。没办法参加活动，所以以后这个手推车只会出现一次，然后你们也只会出现一次，要修。然后到时候那个什么 mini concert 所有的演唱会都没有小迪的粉丝，为什么？因为有小迪手推车这个事件，迷之小迪手推车事件，然后就大家没出现，然后都没办法出现在这个活动上面呢。那为什么小迪？那个握手会那么空呢？因为他的粉丝都因为手推车事件被出镜咯，要求。然后我就在自己那边啊，为什么没有人跟我握手？明明大家都填了那个握手会的，为什么？为什么？因为你在直播上面讲的那个手推车，大家真的是做了，所以大家都没办法再出现在活动里面了。对，然后我就在写信，不好意思大家，对不起，然后那一封信就成为了我的 IG 里面最多按赞的、最多分享、最多收藏的一个贴文，谢咯，谢咯，还笑，哎，我跟你们说，我停权回来之后那个文啊，是最多人分享、最多人收藏跟最多人按赞的一个。贴文哦，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按赞我的贴文，然后赶快把这个贴文压下去，好不好？拜托。对，那贴文我就在那个道歉文上面写，对不起，我不应该叫大家买 IKEA 手推车的，这样子，就免费为 IKEA。打广告，我真是很笨，很对不起，还害到我的粉丝不能出现在活动上面，哭哭，难过哎。对啊，我回来那一篇是最多的，你知道吗？所以请大家赶快按赞我的那个水手服那个照片好不好？那个水手服也是蛮多按赞数的，然后赶快超过那个贴文的按赞数跟留言的数就好了，好不好？拜托，谢谢大家。那个水手服啊，那水手服去年是写真的那个啊，对对对对对对。哎，那个手推车是很好用，你知道吗？大家都一直推荐要买那个手推车哎。
那我下一次我买了手推车之后，我就拍了那个文章，大家帮我分享出去好不好？就是我买了之后，我都会自拍，你说我买了手推车，好开心啊，手推车，然后你们帮我分享，然后帮我按赞好不好？帮我留言，手推车啊，小迪手推车，好不好？我就拜托你们喽。对，帮我那个清洗一下我的那个最高按赞贴文。那我下播之后就去订了。不是啊，还是蛮方便的。我给你们看。给你们看那个手推车，哎，等一下，打不开，那个好像899，可是你们真的不要在活动里面坐那个小迪手推车，我刚刚开玩笑哦，你们不要坐那个小迪手推车哦，懂吗？你们去买生写真就好了，就买那个万圣节生写真哈。哎，那个生写真的裙子啊，本来应该是前短后长的，可是我把它穿成一边是短，一边是长的，这样子比较特别一点。对啊，那个推车真的是大缺货啊，跟你们说，真的是大缺货，因为很多很多人都有买那个车，大家都很想要买，是真的缺货。那个叫什么？你们在网络上面打 IKEA 手推车，还是你们打成网红手推车就好了，这样子更容易出现那个。啊，还有一个东西想要请教大家，等一下再请教好了，所以你们千万不要离开哦，知道吗？不是699499那个，是899的。那个一定要买对台的，好不好？一定要买对，是899那个白色的。我很推荐，推荐大家用。很想要买。我觉得大家比较会买白色吧。是899，网红手推车。那个我自己会买，对，大家不用担心。谢谢大家来到我的直播间，我是 AKB48 Team TP 的沈黎琴。大家我想问，如果我想让大家跟我看到一样的画面的话，那我是不是要镜像啊？我是不是要把这个直播镜？对，想要大家看到一样的画面。那我要按，我按喽，这样子，699的是小的，899的是大的，这样子就是你们跟我看的画面是一样的吧？有了有了，OK。I just hurt you find when you've been looking. You've been looking for. I wish I knew I know that was me. 哦，对，这个白色缺货，没错，很难过哎，怎么可以缺货呢？
怎么可以缺货？我都已经过去 IKEA 了，怎么可以？嗯嗯，没问题。我已经打开了到货通知，到时候再处理那个字体正反面。现在先这样。IKEA 小推车，这就是网红小推车。I can be your hero, baby. 有比较小，有。My breath away. 耶。嗯。那个算是什么呢？那个上面的盖子是砧板，你可以在上面切东西。I can be your hero, baby. 盖是金属的。I stand by you forever. 啊，好喜欢这首歌。这首歌叫 Hero。你叫 Hero 吗？英雄。谢谢大家追踪。可以退去发饮料，很棒，很棒！哎，发现我这样子不能拍太低，要修。哎，怎么办？我以后不穿短裤直播了啦，要修。对，要注意，因为我平常不太注意小细节。牛奶棒好吃，但你们推荐，你们知道牛奶棒吗？
牛奶棒超好吃的。对，这个。超硬的这个，这个牛奶棒好。点再吃，谢谢大家的追踪，150块台币，30几块港币，那草莓果酱有没有很懂吃？它真的是蛮硬的，对，这个月亮，懂吃，还有这个，我昨天有示范过，然后其他成员们看到，他们都，哦，这样吃好爽哦，我说对啊，超爽的，可是因为它冰在冰箱里啊，所以它有点硬，就挖不起来。今天的 MVP 牛奶棒，对，它有点硬，要等它融化了，看起来才美味。你看，这样只有一点点。没关系啊，因为果酱反正。很快就会吃完了，他大概今天礼拜几？他大概礼拜六的时候还在这，礼拜三就到这，刻下去，刻下去。对啊。这个买了好像只有一两天而已，然后它快没了，好可怕哦！跟你说，这是好可怕哦。这个果酱一个月已经是我的极限。我有吃正餐，有啊，这是正餐，好不好？嗯，对。可是我这种啊，只是可能一两个礼拜会疯狂很喜欢吃这个，那之后可能半年都不会再吃，然后也是一两个礼拜会很喜欢吃这个，然后半年都不吃这样子。所以，对，所以还行。
我还是会胖的。什么乌合的衣服？我发现我穿乌合的衣服啊，我这边的袖子啊会缩上去，因为我这里的肌肉太大块，那这边就会很乖的垂下来，这边就会缩上来，超丑的。没有不一样的，是我的。我没有在健身，那是天生的肌肉。大家都有肌肉吧？我不知道，我就觉得。还是我胖了，其实我承认我是有胖，还蛮胖的，蛮开心的，所以就是我还蛮满意，满意自己的胖胖，开心的胖。母一不要这样子，母一不要这样，母一不要戳破我好不好？为什么啊？对啊，我刚刚是在吃一口巧克力，你怎么会知道？跟你们说，昨天凌晨的12:01，我还在吃这个，一口一口挖，不只是一口挖，是用这个饼干直接粘进去，然后再拿下来，然后再粘在，超好吃的，超好吃的啊！我昨天晚上就是这样，超爽。什么第三口哪有？第二口而已。现在心情真的会变超好。不给你们看，好了，到了。哎，晚熊。广泉，我没有失恋就已经这样吃了，我失恋还得了？可恶，听到了，怎么会听到了？烦呢、欸，烦呢、欸！我失恋就完蛋了。昨天是这样，不止那么少，还是就是直接。泡过去那种感觉，放镜头外面一点，好。看，对啊，直接巧克力工厂。你们有看过那个电影吧？小弟是不会失恋的。因为
因为我是水瓶座。牛奶棒好赞。我不知道，我是随便讲。不想沾蜂蜜。巧克力。你觉得不是说双鱼座失恋才是最那个的吗？才是最难过的吗？就是会很悲伤，然后会很情绪化那样子。我不是，你只要每天给我能做一，还有给我牛奶棒，我就可以活下去了。真的超棒的，干你屁事！我想吃几根就吃几根。哇，国树的那句礼貌性问一下超没礼貌，我跟你说，这很像那种国外的 no offense 的那种，你懂吗？就是 no offense 就是哦没有敌意的，可是你懂吗？就像我举一个例子好了，比如说我没有敌意的，可是你很矮，这样子 ，no offense but you're so short， 哇、wow, ，这样子跟你的礼貌性微笑，你还有气质跟，是有何差别呢？你的是有礼貌性的没礼貌，对 ，Kate 没错。那你还用，白痴啊、哦！哇、wow.。那我是不是要变另外一个地狱人生跟你吵架？国叔拜，拜拜。哈哈，喂！我不要冷静，我不要冷静。真的很白目哎、欸！等一下啦，你的礼貌性问一下是什么？你觉得很好笑对不对？我觉得一点都不好笑哎、欸，是我不正常还是大家觉得好笑吗 ？Really, really？ 嗯，我看，对啊，我很健康。哎，请问我真的是啼笑嘞？对，气儿，没错，没错，很像我反应，我气死我了！变身。
地狱人生。谢谢周的灵儿，救一个，救一个，这个很可爱呀！你这到底是什么贴纸啊？谢谢，不欠。对着他真的是，谁会有好脾气？拜托，刚看到不知道哦。我等一下打开我的东西，我在讲什么？我在讲什么？啊，是乐天啦啦队的哦，原来哦，就是那个哎呀，乐天 ，Rocketman， 哦，雪球灵儿。对哦，太厉害了吧！我其实已经吃饱了，可是我还吃得下。我要把它收起来，不然我会狂吃哦。真的，真心不骗我，我不收起来，我真的是狂吃。把东西收起来，那我觉得麦片我还可以吃一点点，对对对对，一点点，因为是牛奶。对啊，巧克力酱很可怕。巧克力酱呢？巧克力酱很可怕，可是很好吃。我最近有点腻了，我对那个。巧克力酱有点腻了，所以啊，我最近快要解脱逃离那个高热量的巧克力酱。有啊，刚有吃正餐呢，刚吃了那个沙拉。会几点吃晚餐？可能6点，会不会很奇怪这个时间？加点牛奶。晒干花生酱，最近对花生酱好像没有那么大的渴望。现在对什么有渴望呢？就是巧克力酱、饼干、水、麦片、牛奶，对。我跟柏林有互相推荐，不是，是我跟孟纯有互相推荐麦片，然后我们再推荐给柏林，好爽啊，你知道吗？这还有牛奶棒，我要推荐，我等一下就推荐大家牛奶棒。当然 ，Luna Daisy 在这个开心的食物推荐大会，我要拿东西过来吃。等我，我觉得我们蛮拼逼的，是吗？我觉得我们蛮拼逼的。就是累积有在吃的东西，然后我就觉得蛮好吃的，我都受不了，我要吃。我觉得我们蛮拼逼的。五一家超多。好吃啊！
哎，什么意思？等一下，你们有看到很过分的留言吗？不是说什么听 B 什么养，说听 B 是养猪场，然后讲这句话的之前呢，国叔还说，以后 AKB48 听 B 的听 B 就是 Uni Daisy 的，因为听 B 是什么养猪场。哇，你真的很过分，国叔，很过分哎，我真的不想讲话了，要求。很没礼貌哎、欸！你是真的觉得好笑是不是？我觉得很没礼貌哎、欸！我等一下就跟里面 Uni Daisy 的大家讲，真的，拜，拜拜国树。你喜欢？我直接截图了，我跟你说。我真的是觉得很没礼貌，你不要帮 Q， 不要帮他 Q。哇！这不是女生大忌，正常人也不会这样子说吧？大家都是正常的体重啊，为什么要这样子说呢？我也是觉得，嗯，那个礼貌性问一下，他那养猪场，我觉得是蛮过分的言辞。嗯哼，对，谢啦，谢谢大家。嗯，对。可能你觉得好笑，可是真的是蛮过分的。可是我觉得算众所周知，我们知道自己没有到很胖就好了。这可能你当 idol 来说，你们可能会觉得胖，可是我觉得大家都是健康就好。好，我念一下排名。我等一下一定要跟我的朋友们分享，我真的是，嗯，对啊，对对对。对，会不小心说错话，可是已经不是一两次了。修长，真的老啊，咩事？无啦啦俾人话咩养猪场咩事？
好棒哦！团建排名。第二十名的是变成新鲜柠檬，谢谢柠檬。第十九名的是小叶，谢谢小叶。第十八名的是青苹果，谢谢青苹果。第十七名是虾虾，谢谢虾虾。为什么虾虾变虾虾？虾虾，谢谢虾虾。第十六名是尼哥，谢谢尼哥。第十五名是班伟，谢谢班伟。第十四名是企鹅，是企鹅，谢谢企鹅。第十三名是 Happy Love， 谢谢 Happy Love。第十二名的是嘿嘿，谢谢嘿嘿。第十一名的是 Cash K， 谢谢 Cash K。第十名是班长，谢谢班长。第九名是瓜，谢谢瓜。第八名是勇哥，谢谢勇哥。第七名是，哦，是贤仔，谢谢贤仔，还有你的弟弟格力，谢谢。第六名是五一，谢谢五一。第六名是五一，谢谢五一。第五名是圆滚滚，谢谢圆滚滚。第四名是阿龟，谢谢阿龟。第三名是周，谢谢周。第二名是小凯丽，谢谢小凯丽，凯丽凯丽，谢谢。第一名是 Andy Junior， 谢谢 Andy。好好好，不知道格力是谁？格力谁啊？没听啊？对，对了，大家，我想要，我还没有跟大家说我的一个想要问大家意见的一个小烦恼，小烦恼。对，就是我想买快煮壶，对，就是用来煮热水的那种。那我看到有一种是，热水瓶，就是可以放在桌子上的一种，就是按就可以有水，然后就不按就没有水这样子。另外一种呢，就是那种就是直接放在一个东西上面，然后噗噗等它自己滚的那种。对，一个是热水壶，一个是快煮壶。对，饭店那一种就是快煮的，然后按的那种就是家里用的那种，我想要想喝水的时候都有啊。我跟你们说，我在 IKEA 看到一个很棒的东西哦，就是那个瓶，就是有个瓶啊，然后有一个水龙头，你可以直接开，然后装水的那种。我想要买那种，然后可能另外的那个快煮啊，或者是水煮的那个水啊，都可以。那个快煮的那个瓶的水都可以倒进去，这样子。我比较爱喝温水。然后，其实我家人也叫我买那种按水，然后水会出来的那种。那个饭店那种叫快煮，然后按的那种叫热水。安全固，对，我记得，因为我家里也叫我买比较安全的那种，比较饭店的那种热水壶比较好。按的那种 ，OK。热水壶用久，对，用久要清理这样。筷子不稳定，对对对对。好，那你们有推荐的品牌吗？还是有推荐的店？我去看看，因为我就是比较常不在家里嘛，然后又很担心就是安全顾虑的话，我想要安全一点，那我就会选那种可以自动断电或者是避免干烧水壶的那种。对，上映，我知道上映
可是我也看到一些，比如说什么大家园呐、啊，什么什么金宫啊，还有一种叫什么 S 字头的，什么收，什么收沙沙，我忘记，虎牌或者是像不要买那种便宜的，买听过的好。其实都可以，那价格方面呢？像硬骨牌、现摸西啊，我知道那个现摸西，我出门一定会把插头，充电的、风扇的，那个吹风机，所有的我都会拔点。那你们有推荐的品牌吗？相印，因为我的热水壶也是相印的，所以我知道相印是比较贵一点，可是比较有保障。我蛮常用的。那有推荐的品牌就是相印或者是虎牌。可能我会想要买没那么大的，比如说3.6。4公升是不是太多了？好，我比较看看。就很懂哦，大家都很懂哎。对，我一天喝不完那么多水。五一来了。问你们，还有个问题，就是柜子里面，你们都会放那个防尘垫，对，没错没错，对啊，那个推车可以，就是我就是想要买那个推车，然后再买那个电热水壶，然后再放上面。多方便啊！就是你要的话，就直接推过来啊，我要喝水，然后就自己推过来，然后就推过去，爽啦！好，会稳的，因为旁边有个冰箱，1.6够吗？1.6，有1.6吗？好了，我知道，我不会推来推去，我直接放好，把它放好，也小的。很小的，因为我看到的都只有什么3.5、3.6，最少3.3这样左右，对，最少是3公升，然后也还有5公升什么的，5公升是太大了。对对，3公升我也觉得蛮大，就是我就是想要买那个推。那就是，那价格在。2000内是可以的吗？加热很快，对对对，我加热很，我知道加热很快，因为宿舍也有用过那种。有三，我想买3的或者是2的，
1.6 好像有点太小，会有2.5吗？会有吗？会有吗？2000可以买到不错 ，OK OK， 好，我要找一下，两点没问题。好，好像没有到那么贵，我看过最便宜的1000就有了，2000没有，没啊啊是哦，那我也知道那几个品牌比较贵一点，所以其实如果它是很耐用的话，那我都可以。有三，又可以很安全这样子。对，我看过1000都有，可是那些品牌都比较没那么有名的那种，要买还是买贵的。OK OK， 安全安全最重要。我爸爸也这样子说，爸爸啊，我家也这样子说，对我爸爸说，就是我昨天看到就想说我想买，然后就拍照给我爸爸看。然后我爸爸就说，你要买的就不要买快煮的，因为快煮的比较没那么安全，可是虽然是很方便，可是没那么安全。对，安全第一。2000 OK OK， 算我的。我的那种可能，那如果我调到3000内呢？3000内会不会太贵？还是你们觉得 OK？ 1000的1000我不敢用，真的。北极星也很懂哦，北极星刚刚去 Google 对不对？3000刚好，不能送电器哦，我记得不能送，所以没关系，我自己去买。你们要不要送我 IKEA 推车？一直问一直问，不行啦， IKEA 推车我自己买了，对，我都自己买好了，对，电器不能，还是你们要不要送我那种防尘垫，就是呢可以铺在那个衣柜里面的那种，那大概39块就一大个一大包这样子，这已经很够用了，这39块帮我省39块好不好？不要啦，不要，对，推车，大家推车我自己买 ，OK， 推车我自己买，那个水壶我自己买，然后。好，防尘垫我也自己买好了，对，我自己买，对，我都自己买好了，大家先不要送我东西，不要啦，不要啦，剑送推给你，剑送说喂小弟接住，然后推给我，我说哦，我就接，我手推车，笑死闲仔，有啦，多买几包就有39块了，许愿。许愿，其实我现在没缺什么，我缺一个鞋柜。我不缺，我看我最近有看上一个鞋柜，它是那种很可爱的，就是那种拉，也它就可以，有那个抽屉，也有可以打开的。等一下，鞋柜自己买 ，OK， 鞋柜我自己买，我开玩笑而已，我先说，手推车我自己买，鞋柜我自己买，防尘垫自己买，那个热水壶我也自己买 ，OK， 我自己买好，自己买，大家不要认真，我自己买，对，我选好鞋柜了，我选好鞋柜，可是一直没有下单，因为我觉得其实好像不太用买的感觉。
好像不错啊，好像现在还行啦。对 ，Leo 可以送北极星，这个效率也太快了吧，要熟嘞。我缺什么？有没有什么那种台电的那种现金券？对，然后我就可以，就是不用负担那么贵的电费。不行啊，不能送现金券，现金券，对。啊，我最近很想要买那种录音的东西，比如说录音的麦呀，录音的，就是反正可以自己唱歌、自己录音的那种。对，我很想要买，可是因为我现在的顺序是这样子的，是先买好家具，然后再买自己想要的东西，这样子。所以我现在已经买了我想要的柜子，那当我组装好柜子，我放好东西之后，再看看我到底到底还缺不缺鞋柜。如果我缺的话，我再买鞋柜。然后鞋柜之后呢，我就之后再排的应该就是我想要买的东西或者是衣服这样子。好，Leo推荐我，推荐我，你们在松烟那边记得好好买好，然后寄给我那个宝藏图，我去寻宝好不好？好啦，我看一下大家，我真的不用买，我自己会选 ，OK， 好不好？鞋柜是我最想买的东西，对，没错，真的是我最想买的东西。可是我想看看我的柜子组装之后，我还需不需要去买一个鞋柜这样？对，我有顺序，我有排顺序。所以如果大家就是就是你们可以提醒我一下，就是比如说你觉得生活里面什么东西是一定需要的，那我就赶快去买，然后对，我因为我现在觉得我应该没缺什么了吧，先去买铲子，这样比较好挖，没错，所以我也缺一把铲子，请G 是什么 ？G 是，我是想要讲 G， 可是又想讲广东话，然后就变了 G。给你们看，这是好久之前的东西。我还有的是爬鲁鲁啊，还有佛木前辈啊，还有川伦里奈前辈。我有五个，超久之前的，对不对？哇哦！我还缺什么？我还缺缺点你。我跟626有什么关系？我就是626，我就是史迪奇。哈哈，相亲，好憨啊！对啊，已经是古董了，是古董啊。相亲，好的，好，小明 ，hello， 我还缺，其实没怎么缺了啦，就觉得当需要用到的时候，就会发现，我好像缺这个哦，那我就会去买了，对，好像沾到水还是什么的，我去清理一下，应该是水了。好，你发现什么？对啊，我就是缺钱，要不要我账户给你？你帮我就是汇款给我 ，OK， 好不好？啊？等你汇款，不要啦，不要，六很懂哦，养我，养我，不要，谁呀？自己养自己啦，你们，来不及咯，很赶呢，你们，钱包空空。钱包空空，可是没关系，户口里面有钱就好。但我自己账户里面有存钱，所以大家不用担心 ，OK？
抖内，抖内我。好啦，养不起还有很多，就是膝盖棒，大家可以自由乐捐，一块一块，用一块丢我，感谢，请用一块丢我，我不介意，只要你愿意，就请用钱丢我。哦，不要，要学会讲到好像那么，好像真的很缺钱一样。
把它粘回去还是怎么办啊？我超难过的，我就为了搬那个柜子，我的手机壳，我这手机壳就是那个柜子的一半的价格。哦，我很心疼哎，还是我要把它粘回去。超难过，虽然它不是两年吧，算我用了快两三，一年。